天地无间，谁是我？劝君莫蹉跎。纵然今朝不与我，未尝是苦果。春去春又回，燃起希望的火。莫悲切，莫伤痛，你我同与共。你我苦尽了，花再开，莫忘珍惜人间有爱。妈宁可把工程交给别人去做也不让我做。爸，您是董事长呀，为什么什么事都得妈点头呢？为什么我做什么都得听妈的？为什么咱们家男人都这么没用？闭嘴，别拦着我。跟你爸道歉，我没错，道什么歉？可恶，他要觉得他没错就让他去。赵总，进去。爸，您不用训我啊，什么都不用跟我说。您放心，以后呀，我也不会再跟妈起冲突了。她要想干什么，然后自己决定好。你以为你说这些话就很潇洒了是吗？不是，我知道，我在你们心里啊就是个痞子，我干什么都不行。可是我今天没法忍受，我一定要把我心里话说出来。我没办法再忍受我妈了。没有人叫你去忍受她，不过你应该去了解她。怎么了解？我不了解他，我也没办法了解他。爸，我就不明白了，为什么您要忍气吞声呢？啊，什么事儿都得听妈的。您知道吗？每当我看到妈对您呼来喝去的时候，我就知道我在这个家里啊，永远都没希望了。我再也不想在这儿待下去了。我不能说你说的不对，在你的眼里，我确实是一个很没有主张的男人。所以呢，家里的什么事情啊，都是你妈妈在拿主意。你甚至认为妈妈是一个横行霸道、不讲理的人。不过，你不知道，她不这么做，不行啊。在你很小的时候，由于我的错误决定，咱们家的建筑公司差一点就破了产。那个时候啊，没有人可以帮助我解决困难。好在你妈冒着海运公司资金周转不灵的风险，把你外公给她的财产拿过来为我的建筑公司解决困难。你妈说，一个女人要是没有了事业，她有家庭；不过，一个男人要是没有了事业，就没有了尊严。从那时候起，天美建设、天祥海运都经营得很困难。哎呀，在那段日子里啊，你妈同时经营两家公司，她的确太辛苦了。爸，那妈一个人经营两家公司的时候，您在干什么？认真的说，我只是你妈的助理而已。一个不会做生意的企业家是一种悲哀。那是不是这样，您就可以把什么事情都交给妈掌管？难道她掌管所有的事情以后，就不用给您留一点面子吗？她就是为了顾全我的面子，才让我担任天下企业董事长。公司开会，首案豪宅动工，豪华邮轮首航典礼，公司内外的事情都是我在主持，我说话。可是，在家里呢，
在家里还是一切都得听妈的吧，啊！爸，您不觉得您这么做很累吗？俊贤，你妈为了这个家，一天也没有休息过。我帮你妈做的事情不多吗？家庭的事业，你要是一天不承担起来，你妈就一天不能休息。 我妈她也不想休息。对于她来说，可能去创建一家比咱们天下企业更大的公司，才能让她觉得更满足啊。俊贤，我跟你说了这么多，你难道还没有办法了解你妈的苦心吗？能，我能了解。可是爸。 球技啊，是越来越好了。在这儿打球啊，我就像是脱缰的野马，可以随心所欲的尽情发挥啊。可是，人总是需要工作的呀。打球也是一种值得追求的工作呀。我如果不是天下企业的少东家呀，我就可以专心的打高尔夫球，没准啊，还能去参加世界巡回比赛呢。假如你不是天下企业的少东家，我想。 你连打球的机会都没有，人生一定要这么矛盾吗？其实人生并不矛盾，只不过需要选择，而往往你只有一个选择。那我只能选择家族给我的事业，也就是说呀，我只能选择无奈。 你选择家族留给你的事业，也就是选择你爱的人和爱你的人。可我不喜欢这种感觉，我不愿意让爱变成一种负担。这样你会觉得有负担吗？ 因为我是你爱的人，所以你才不会觉得我有负担。小南，你知道吗？其实我是真的没法认真去对待家里面给我这些事业，我觉得我不适合。俊贤，你还记得你第一次打球的时候吗？我也觉得你不会，可是慢慢的，你却越打越好。 这就是因为你认真啊，所以你才能做得到。天下企业的事业虽然不是你一手创办的，可是你也要认真对待呀，因为它是你们家族的事业。俊贤，以后不管遇到什么问题，你都要跟我说，我会帮你解决，千万不要任性，把事情丢在那里不管，知道吗？ 相信有我在你身边，所有的问题都会很轻易的跨过去。 听出来没有？那个老总啊，确实挺有诚意。
所以将来这个第一批货出给他，品质特别要注意。哎，赵师傅，前面停下，赵师傅。王海叔，等等我。三宝，嗯，这么巧啊，在这儿见着了。我跟建明出来谈点事儿，你在这儿干嘛呀？我带了很多客人要去你店里庆祝一下啊。庆祝什么呀？庆祝这个呀。啊，恭贺沈娟小姐荣任代课教师之职，这是干嘛呀？这是叔啊，您想想，您为了让沈娟当代课老师奔波了多久啊，我得帮您宣传一下。再说了，您的心愿都完成了，我替您高兴。是吧？哎，三宝，你怎么知道沈娟要求做代课老师啊？是不是她告诉你？拜托，这都什么时代了，信息时代，我随便打听一下就都知道了。行，叔，那你们就先忙着，我带客人去你店里了，待会儿见。行行行，你快去吧，快去。嗯，待会儿见。赵师傅，走着。哎，欢迎光临，欢迎光临，欢迎光临！哎，里面请，里面请，沈家主持店，里面请，里面请，来，往里走，往里走，来来来，我给大伙儿隆重的介绍一下啊，这位就是沈万海沈先生，这家猪店的老板啊，多多赏光，里面请，里面请，来来来。哎呀，我们家的猪蹄你们从来没吃到过，好吃着呢，百年老店啊，沈家猪蹄记了。这三宝也真够贱的。明知道爸不喜欢，还紧抱爸大腿。哎呀，你有时间在这儿说七说八的，赶紧去照顾客人好了。赶紧去呀！来来来，请请请请请，欢迎光临，哎。爸，娟，怎么又跑来了你？三宝一来你就跑过来，你是不是跟他约好了？我来找爸要钱买衣服，都快当老师了，不穿得正式一点，爸又要说我。这说的也对啊，来都拿去了，爸给你买衣裳啊。怎么了，娟？要当老师了，绑人家脸，谁惹你生气了？我生三宝的气了。啊，你可别冤枉我啊！我打到这儿来一句话都没说，你生我什么气啊？你不知道是吧？啊，你跟我来。好啊。这是什么？这不用图个热闹，图个吉利吗？是吧？你赶紧给我接下去，我可不想丢人现眼。哎，那怎么行？你爸爸一生最大的心愿就是让你当老师，现在心愿也完成了，当然要祝贺一下了。万海叔，我说的对吧？娟。爸真是为你高兴啊！娟儿，不，沈老师，以后我这大巴车全靠您的帮忙了。学校要是租个车去郊游什么的，再挣他一回学校的钱，拜托沈老师。做梦啊你！别说我没这个本事，就算有，冲你这副德行，我也不可能让你把车开过去。哎，娟儿，娟儿，好，校长。您找我，你过来。李主任，你怎么来了？他就是本校新来的代课老师沈娟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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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。沈老师，你先到教师办公室坐一下，一会儿我让李主任帮你办理报到手续。好，谢谢校长。啊，校长。找我有什么事儿啊？李主任，你动作也太快了。吴天赐老师刚刚请好假，你就让你的老婆找区长？哦，您是说，是小东找区长介绍沈娟来的？怎么，你不知道？我真不知道。别在我眼前演戏了，哼。Thank you.
同学们好，老师好，同学们好，路上注意安全啊，别贪玩，别，没关系，迟早会让你们都认识我。王三宝，娟儿，申老师好。你怎么把游览车开来了？我接你放学啊。你开着这辆挂红布条的车，从休息站一路开到学校。是啊，怎么样，够意思吧？王三宝，你赶快给我摘了，不然我对你不客气。这里是学校，不能摁喇叭，礼貌，你懂不懂啊？这个车是你的？可以这么说。不过是一个代课老师罢了，值得你这么大张旗鼓吗？喂，你说话有必要那么难听吗？我大张旗鼓碍着你什么呀？你信不信，过两天我把这条幅我挂在学校门口，我要让所有人都看得见。你敢？笑话，我有什么不敢呀？再说了，你凭什么管我挂不挂条幅啊？你是谁呀？我是这个学校的谁呀？你说谁？校长。还把车开走。开车就开车，你神气个头啊！要不是看在我们家娟儿的份上，我非揍你一顿不行。啊！你找死啊！娟儿，你怎么会在我车上？你害得我没脸见人，我不上车躲躲，我能去哪儿啊？那能怨谁呀？要怪就怪他，长得那模样一点都不像校长。要不是因为你在这学校当老师啊，我非揍他一顿不行。你少废话了，好好开你的车吧。娟儿，你说我要找个机会怼你们校长那车一下怎么样？好啊，那我就不用当老师了。那可不行，哎，你要不当老师，你爸非杀了我不行。光你挂那个红布条，我们校长已经记住我了。你看吧，不出一个星期，我准下岗。娟儿，你放心吧，过两天我就能把你们那校长弄得服服帖帖的。真的很美。你看什么呢？看你呢。如果天上再添几片白云，就更美了。简单，小事一桩。来，小心，手滑的，慢一点啊。来，慢一点儿。着急，慢一点啊！来，跟着我走，来。好高啊！别怕，别怕，抓紧我的手，你就不会怕了。来，小心。下面我就要开始给你抓云了，抓一朵，给你，再抓一朵，再给你一朵，哎，哎。还是抓紧我的手吧，我害怕。没事儿，别怕，有我在呢。我还是第一次
次站在游览车顶上呢？我啊，两三天就站一次呢。干嘛？洗车啊。来，娟儿，坐下来聊。来，我也坐。每次给师傅还车，师傅都累得直不起腰了。可是车又跑了一天，不洗不行，脏得很。我就帮师傅洗车，结果累得我是腰酸腿痛，干脆我就直接躺车顶上看星星得了。看着看着，我就睡着了。有一次，我差点从车顶上掉到车底下去呢。你爸总说我靠一张嘴吃饭，其实我也很不容易的。三宝，真是对不起啊。是我对不起你。每次想约你出来，还得偷偷的。我知道，你爸、你哥，他们反对我们在一起。我发誓，我会好好努力的，我一定要让你家里每一个人都看得起我。三宝，如果我真的是嫁给别人才会命好，你会祝福我？就像今天的太阳一样那么热，我不会想有你跟我一样的。我相信会有那一天的。可是我真的不知道能给你什么。不想那么多了，反正路还长着呢。哎，我教你跳支舞吧，来，起来，慢一点啊，来，站稳了。站稳了啊！以后不管是悲伤还是快乐，困难还是顺利，我们都一起跳。把手举高一点，举高一点。来，三只小熊走在森林里，熊爸爸、熊妈妈，还有熊宝宝。熊爸爸砰砰，熊妈妈很苗条，熊宝宝。像你说过那样的爱我，想要问问你敢不敢像我这样为爱痴狂，想要问问你敢不敢像你说过那样的爱我，像我这样为爱痴狂。什么？啊呀，这怎么都包成这样了？哎呀，这个叫真空包，看见没有？空气给抽光了吗？哦，抽光了再把它，抽光了就保鲜了。啊，这就不会坏了。都你弄的？我弄的。来，你行吗你？给你看着啊。哎，看啊，弄到这儿。啊，袋口放平了。怎么样？这杆子压着。好了。哎。摁下来。哎，鼓，反而鼓起来了，鼓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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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鼓气嘛，是不是？怎么那么鼓呢？先打气。看见没有？那什么时候憋下去啊？用完了才憋下去。哦。瞧着。哎。瘪了。看到没有？哎，蛮好的呢。哎，爸，那以前内部包装机就不用了。嗨，有这么新这么好的包装机，当然用它了。哎，不错不错。走啊。嗯。
告诉你，以后这是你的工作，你得学会啊。虎虎啊。嗯。小西啊，哎，那个网站弄得怎么样了？爸，你看，这网站啊，我建好了，以后我们家的客人就可以通过这个网站向我们家买猪蹄儿了。还有啊，您看，这是英文版的。哎。对啊，还有很多外国客人也通过这个网站可以向我们家买猪蹄儿。哎呀，这太好了，太好了！小西啊，建宏娶了你，是沈家的福气。小东，你怎么知道我们学校缺老师的呀？除夕所天天进进出出那么多人，当然有人会提到吴老师在课堂上晕倒的事儿了。哎，这事儿你没跟我讲，没怪你啊。我不跟你讲，就是怕你给我找麻烦。我又没求你，也没让你去求校长，我直接去找区长，这也不行啊。你去找区长，为什么不提前跟我说一声啊？你知不知道，你这么做让我在校长面前就没法理直气壮，你知道吗？你只考虑你自己，你能不能替别人考虑一下？我帮沈娟是为了让小西在她婆家好做人，是想让爸妈放心，你知道吗？你这人脑袋硬邦邦的，心也是硬的呀。哎，你干嘛去啊，李娟？去同学家念书。念书？上次念到半夜一点，今天想念到几点啊？你们再这样吵下去，要吵到几点啊？出去吃饭。哎，好了，我现在就去做饭。你还站那干嘛？还有什么理由啊？咱们店里的猪蹄前阵子呢改用真空包装了，这客人订了之后呢反应都很好啊，都打电话回来再买。我就在想啊，现在外头各个行业竞争都很激烈了，咱们店里生意虽然是现在很好，但不定哪一天这游览车要是不进休息站的时候，那怎么办呢？是吧？所以刚好小西呢对电脑很熟啊，我就让他替咱们店里设计了一个网站啊，就申请了网络店铺，咱们以后呢就来发展网上购物的这个通路。爸，你好酷啊，连网上购物都知道。爸，那这网上购物的工作该谁负责呀？那自然是小西了。那账目呢？那网上购物收来的钱该谁管呀？这网上购物，它这个订单的部分，国内外都会有，所以就牵扯到这个外币兑换的问题。那刚好小西也在银行待过，这方面他也熟啊，自然是他来负责。以后呢，他就把账款收齐了，把账算好了，再交给我，那就行了。不行。为什么不行？小西要是做假账怎么办呢？疯了。店里的钱不也是你们收好了交给我的吗？我都没怀疑你把钱偷藏了兜里，你怎么怀疑小西会做假账呢？爸，你为了维护小西，现在居然怀疑起我的忠诚来。那你要是不相信我的话，当初干嘛当着我妈的面答应把这个猪蹄店传给我？什么时候答应你的？啊！我告诉你，别把你妈扯进来。你妈是个讲道理的人，今天这个时候要是她在场，肯定不会这么多话。爸，您这一吼，我跟建明都不敢说话了。四票对两票，我们吃亏吃大了。大嫂，你怎么没把我算进去啊？没瞧你坐中间啊，标准的墙头草，我哪知道把你往哪加呀？明明是双胞胎，偏偏不同心。玉凤，是自己妹妹，用得着说这种话吗？阿姨。这是我们家的事儿，你不满意是吧？好，咱们来说个道理，可以吗？把辈分全拿掉了，
我不当你是儿媳妇，你也不要当我是你爸爸，咱们平起平坐，谁道理说通了就听谁的。好啊，那我就不拐弯抹角了。这店里的生意都是现金往来，一天卖多少猪蹄多少卤味，就算没有一只一只的算，这估个数也估得出来的呀。网上购物可就不同了，这钱都是在银行里转来转去的，多少只有小西一个人知道，大家怎么查呀？你跟小西都是沈家的媳妇，你那儿每天进货出货，我跟你对过账吗？爸，你要看账也可以啊，这账本我是记得清清楚楚的。再说了，这店里的现金都归您收，买料进货的钱也是跟您拿呀。嫁到沈家这么多年了，我哪个月让您亏钱了？所以我很信任沈家的媳妇儿吗？我告诉你们，你们当初进沈家的门都得我点头，生意还没做呢就得防家贼，你们当我有几个亿啊？有这个必要吗？除非这网上购物的账目跟店里的一样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不然的话就不用做。好好，小心，那你来说，这个网上购物这些账到底得怎么做？怎么样弄清楚了，你大嫂才会明白。其实这个网络购物的账是有证可查的，要不然这样吧，我把账目每个月都打出来，大家都可以看，这样的话大哥大嫂就放心了。算了吧，打印出来也没用。这个家如果连互相信任都没有了，不论你怎么做，他都会说你做假账。那不然到底要怎么做？你们说。这个家除了小西，还有谁会用电脑来做生意？还有谁能够处理银行汇款的事情？爸，现在店里的生意已经忙不过来了，您就别再搞这些新鲜玩意儿了。大嫂，我觉得爸的话没有错，我们店的生意是不错，不过发展网上购物是未来的趋势，我们抢在前面也是跟得上时代啊。跟上谁的时代啊？跟上他们的时代啊。要不然这样好不好？大嫂，网络购物的事情就由我和大嫂一起管理吧。哎，那怎么行啊？玉凤嗓门大，让她在店里招呼客人最合适了。再说了，她也不会电脑，和你一起做，哎，她要是赖你，你骗她，那还不是一样的吗？所以呀，我说最好还是不做。好，你们讲完没有？这一人一句要讲到什么时候？你说那些道理听起来都是强词夺理。讲道理，讲道理，讲到天亮也讲不完了。别多说了，网络购物这个事就是小西来负责了，就这么决定了。爸，我这半天没说话了，你不想听听我的意见吗？你说。当初是你把我从外面叫回来帮忙家里生意的，你当时亲口告诉过我，这家店是我的，这句话你还记得吧？你现在让阿姨在店里工作，发薪水给她，我当她是店里的员工，这个我没意见。但是现在你让小西搞什么网上购物，这个我就不能没有意见了。你可别忘了，这个店是我的。就算是你的，那也是我给你的。怎么，你防着你自己老子霸占你的财产啊？哦，搞了半天，我辛辛苦苦做了半天，你把钱拿给别人去乱搞。谁别人的？那你说清楚，我把钱拿给哪个别人了？啊？跟你们说的这么清楚，家里的生意一定要发展新的通路，这样事业才能够兴旺。你们都不开窍啊！你们。账本我来管，我就没话说。我咽下最后一口气，这店就是你的了。我这会儿还没死呢。哎，你别走啊！那你说电脑卖猪蹄到底谁管？我是谁管就谁管。哎，爸爸，听到了啊！反正大家都听到了，叫小西管，还有什么好争的呢？不是说要讲道理吗？凭什么爸说的就是道理，我们说的就是歪理呀？那
做人真是难哦。前阵子你妈妈吵着让我给她开家分店，我要真给开了，你想想，建民不跟她拼了。所以，您就开了网上购物，然后让我来负责。在电脑上卖猪蹄吗？我是想堵上你妈妈那张嘴，她也不会用电脑。我让你来管账，你一定是照实跟我报账。那建民他也不会吃什么亏，只是我也不想跟他说那么清楚。爸，我觉得您还是应该跟大哥说清楚，这样他才能够了解您的苦心啊。我是他老子，我怎么说他怎么做，干嘛跟他解释那么多？当年在外头跟流氓鬼混，要不是我把他找回来，不定早在街上让人砍死了。爸，我是嫁进沈家的媳妇儿，我在这个家待着的时间一定没有大哥跟您相处的时间久。我都能明白您的苦心，我相信只要您能跟大哥说清楚，他一定会了解您的用心良苦的。你就不用在这儿待着生闷气了。我也是让建民给气的，才跟他说那些话的。我也是认为这个网络购物嘛，那是一股趋势，是吧？对咱们家的生意只有好没有坏。那建民要是懂得这个道理，他就能够了解我的苦心。这建民、建红都是我儿子，我怎么可能偏袒建红，这不关心他来，真是。小西进门的第一天我就跟你说过了，这厨房绝对不能让他进来。厨房的活他要会干了，他接下来就要管账了。把我说中了吧？人家都骑你头上去了，你还有心情干活啊？你要是不干的话，就出去，别在这吵吵。自己赚钱给人家活，你自己干去吧。嫂子，我。爸的做法的确很容易让你引起误解，但是我也希望你能冷静地想想。这段时间我不是一直在很清楚地表达我的立场，我根本就不想要继承这个店。小西现在留在家里帮你们的忙也是不得已的事儿，我跟他不会永远留在这个家的。你能摆脱你妈的束缚吗？我需要一点点时间，等我自己的事业稳定之后，我会带小西离开这个家。不过我看到的怎么正好相反？你的事业没有进展，反倒是千方百计的跑来管我们猪蹄店的账。哥，我不是那种不知好歹的人。这十几年你为这个家流血流汗，帮着爸挣钱供我读书，这我全都放在心里面。没错，我们兄弟俩从小就很少能玩在一起，但在我心里面，我始终认定你是我的大哥。我娶小西的时候，你帮着我挂红喜帐；我跟小西回门的时候，你也陪着我去小西他们家。这些事儿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。你甭跟我说这些，我最讨厌别人灌我迷魂汤。我说的是真心话，这些话还是说给你自己听好了。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已经把话说得很清楚了，锅里的饭让你们吃没问题，但是你们休想把锅都端走。这句话你最好给我写下来，贴在你的门上，每天进进出出你都给我记住。同学们好，
今天我们要上的课程是动物的习性。现在同学们请看我身后的这幅图，有没有同学知道这幅图上是什么动物呢？对了，这就是蝙蝠。蝙蝠是唯一一类演化出有真正飞翔能力的哺乳动物，大家千万不要因为它有翅膀就以为它是鸟类哦。蝙蝠喜欢住在黑暗的洞穴里，它们习惯昼伏夜出。请问有同学知道它们白天都在干什么吗？对了，它们当然是在睡觉了，因为只有这样它们晚上才有精神出来寻找食物啊。以上是我的户外学习报告，谢谢各位老师，我是孙如萍。那孙一慧老师表现的最优秀，如果大家没什么意见，我们就录取孙一慧了。我有意见。校长，各位老师，我认为刚才那位孙如萍老师，不仅教学方式非常活泼，准备的教材也非常的丰富。我请各位认真考虑一下，能够让我们学校有机会召集一位认真教学的好老师。李主任，大家都没有意见，就你一个人反对，难道你认识那位孙如萍老师？我不认识这位老师。刚才在座各位没有任何一位提到孙一慧老师，但是李主任，校长，请让我讲完。但是我们大家都知道，孙一慧老师是您的外甥女。有岁月。